大家好，我是大基。大家好，我是董贝。离家出走时，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我马子怀孕后，我也离开他们，毫不迟疑。因为我马子和他爸乱比手，这谁的种？流产的小孩尸体被丢入进垃圾桶。我的兄弟一个被车撞死，横尸街头，一个被毒死的样子。城市水沟，最小的弟弟被一个女人带走，后来听说头被那女人用高跟鞋踩过，还有我也被通缉至今，抓进去就是死刑。但我从没干过坏事情，但事情是我的死，我只是消失。我们最后一面可能是我的背影在暗巷消失。我没有名字，我只是个过客，只是个深夜墙壁上的影子。拜托我不会妨碍你，让我活下去，我吃饱马上跑，我活在每个墙角，我是只流浪猫。最后的早晨，他们呼喊，越来越小声。我们或许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但我们的门为他们点燃暗房里的小灯。在你的专辑里面，都会一直有大量的就是很关心的一些议题。如果要你目前举一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急切的来去关注你，那会是哪一件事情？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是我还蛮延续我上一张专辑的，就是动保的议题。嗯，哎呀，那现在也是现在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觉得蛮急切的，因为很多资源的不足啊，很多民众观念的错误啊，哎呀，然后造成社会会那么的暴力之气那么乱，其实都是因为没有同理心。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根本的做起。嗯，那你所谓同理心，应该就是说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动物的角色来去感受，就是他们遭受的一些状况。你自己已经领养了14只流浪猫，那现在这个猫的数量还有在持续的增加。其实猫的数量都一直在增加减少，因为如果有人领养的话就变少啊，没有人领养就会变多。哎呀，那就希望可以这样子。就一直保持14只就好了，其他的进来都可以有人领养走。他们被安乐死，只因为犯垃圾或吵，情侣分手就要把他们丢掉。跨年烟火少放几秒就能帮他们，但财团不会鸟。官员不肯为他们立法，因为他们没票。是的，人类就是这么自私自利，以至于处处充满仇恨和暴力之气。其实都一样，从伤害动物到迫害其他种族，自私自利，所以有战争冲突。让我们对生命慈悲，改变这充满对立伤害的世界。我们都只有一双手，一对眼睛，但只要大家一起关心，500人就等于千手千眼观音。或许改变会从尊重生命开始，猫狗跟人最有缘，或许改变就是从猫狗开始。这世界或许是物竞天择，但人类是有智慧的，我们可以有选择。大家有没有养宠物？有没有想要养宠物的？那请听我们说，就是用领养代替购买，用节育代替铺杀，好不好？因为如果哈，等飞机过去，还是话音嘛听得到。因为大家如果哈有养宠物的话哈，大家就知道哈，其实动物哈跟你一样，就好像亲人。那如果你是用领养的话，你跟他就不会是宠物跟饲主的关系，他都动物都有灵性，他也知道你救了他一命，你跟他的关系就会像爸爸妈妈跟小孩一样。像我现在我已经领养了14只流浪猫了。然后我就好像有14个小孩一样，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好，留给下一代一个尊重生命的小岛，一个更好的世界，好不好？我发现越来越多现在的创作乐团，其实他们都会越来越关心社会议题，在自己的聆听音乐经验里面，有没有就是曾经受过哪样的创作者的影响？你说创作者对我来讲，哪个创作者受过哪个创作者影响？影响最大的是朵迪啊，因为在旁边要讲，没有他关心这些事情以后，我们这些周遭的朋友都有心态上都有比较有改变的，比较有同理心，比较有爱心这样子。因为接触这个音乐的开始就是先认识到他这样子，对，所以他影响我还蛮多的。现在大家都看到全台湾吼每个歌手都在唱中国风，所以小弟我不免俗的也来一首中国风，希望用这首歌得到央视春晚表演的机会。
我问你，现在做音乐什么最重要呢？态度、灵魂。答错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泼中国 LP 就对了。大家讲话要卷舌，连内裤都要打个中国结。阿哥就没手动，古筝加二胡没手动，绍兴花瓷东风破，反正就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新东北有新三宝：新人参、新貂皮、新乌拉草。还有一种是过气艺人，在台湾混不了，只好过去唱唱老歌也好。他们在那里唱的歌，我们可能已经十年没听到，听完后十年内也不想再听到。反正破中国 LP 已经变全民运动，演艺圈没人不心中。我看全台湾只剩陈昭荣没破中国 LP。是的，你没听错，因为他都直接用吃的。你们觉得在创作过程里面有没有哪一部分是它是最具？创作过程其实是蛮艰辛的啦，对啊，就一直在写歌，其实就是好像在建，而且建一间房子的，你从那个打地基吼，然后到水泥啦，到砖墙啦，到开始家具摆进去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艰辛的工作，对啊，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写完的时候，你就哦爽，对啊，做完的时候爽，啊台下观众听得懂你在干嘛，那个时候你觉得很爽。在台北这回来的 B-Bus 天下给你卖鬼干破中国蓝帕刺帕帕刺蓝帕刺帕帕刺换你们哦来打给这回来的 B-Bus 天下给你卖鬼干破中国蓝帕刺帕帕刺蓝你说我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没错我就是不想吃胡锦涛的葡萄干你说哎、欸、中国很强大中国有导弹哼那干脆去青海哎、欸、北海有核弹我们是台湾人台湾文化就要好好传承什么都中国风烦不烦人为什么我们要拍熊猫人为什么不能拍樱花狗吻归人还是黑面皮路人你说我这样是封闭是害台湾你说去这中国的钱才是爱台湾说真的我根本懒得听你讲你对爱台湾的看法太贱就太贱讲别人的性生活干嘛台湾味才怕才杀你看我们有台湾兵棋部王彩华台湾的联合公园5566还有美国的李庆安李庆安来打给这回来的 B-Bus 接下给你卖鬼干破中国蓝蓝跟大家哦来打给这回来的 B-Bus 接下给你卖鬼干破中国蓝来，来帮友，拍头啊！是，大家都会 B-Bus， 我敢拍头啊！